培训志工照顾长者，到社区义诊，也捐赠儿保车关怀不幸孩童。国际扶轮社3501地区扩大爱心，号召桃竹苗区87个扶轮社2000多位社友在新竹县举办联合公益圆游会，义卖所得捐助4个县市的弱势家庭。穿上民族服饰，吹奏葫芦丝和萨克斯风，乐曲美妙融合。国际扶轮社D3501地区在县府前广场举行联合公益圆游会。我们地区第一次举办这种公益的圆游会，感谢我们87个社的社长跟社友保眷都这么支持这项活动哈。那今天也是一个公益活动，那我们今天的盈余我们全部会捐给新竹县市、苗栗县、桃园市的家扶中心啊。那今天摊位的特色呢，除了各社本身设有经营的饮食类以外，我们也开放给我们各社合作的服务计划的对象，包括疗养院，包括教养院，包含扶轮社捐助的疗养院、教养院和87个社团都来摆摊，现场美食摊位琳琅满目，社友志工也带来手作卷饼、小朋友最爱的车轮饼，吸引路过民众停下脚步逛陶瓷艺术、大啖美食。义卖所得全数要捐给新竹县市、苗栗和桃园市的家扶中心。国际扶轮社可以讲是最棒的一个社团，那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个世博扶轮社、科研扶轮社、西区扶轮社、东南扶轮社、东北扶轮社以及百合扶轮社这六个扶轮社都跟我们新竹县政府一起合作推动很多公益的活动，特别是最近到了视光教养院，竹东的视光教养院、红山国中都做了非常多的公益，超过90个爱心摊位，号召慈善团体2000多位社友一起做爱心。扶轮社以实际行动给弱势家庭和儿童最温暖助力。